癌细胞的生长需要大量的营养供给，这样会大量消耗身体的营养。比较严重的癌症患者就很容易出现食欲下降、体重丢失、营养状况恶化等。随着癌细胞的侵袭，机体的各个脏器功能也会开始出现衰竭。不少患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世的。癌症最喜欢你做这些事：一、抽烟酗酒。抽烟是导致肺癌的关键原因之一。每天抽2包烟以上的人，有1/7死于肺癌。而喝酒会加大肝脏负担，每天规律饮用3杯啤酒，就可以成为肝癌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。这两种习惯还会增加口腔癌症、喉道癌症、食管癌症、膀胱癌症、胰腺癌症等多种癌症的发病几率。二、久坐不动。久坐不动易使腹腔、盆腔、腰底部血液循环不畅，降低肠道免疫功能，加上肠胃蠕动减慢，有害物质长时间滞留，刺激肠黏膜，增加结直肠癌症的患病风险。三、饮食不当。不良的饮食习惯，比如三餐不规律、暴饮暴食，经常吃一些腌制、烧烤、高脂、加工肉类、霉变的食物等，这些都会增加得癌症的风险。